我深爱的丈夫，我的爱子，以及那个还没有来得及松手的你，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 但你说的对，看来是时候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一切了。 历史集团的业绩已经连续5年同比下滑，历史集团的业绩连续下滑，是否说明其引以为傲的织染技术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甚至有部分投资者悲观地认为历史集团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集团的研发部门不仅在织染技术上没有任何改进，反而增加了公司研发成本。设计部门推出的新款服饰市场反应老气过时，产品大量滞销，情况不容乐观。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更换设计总监。 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且长期走在时尚前沿的人，在颜色和裁剪上要跳跃大胆，在风格上要更能彰显女性的干练简洁，要把织染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具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经验的设计师。 好久不见，婆婆，生日快乐！莫宁熙，你怎么还有脸回来？这不是厉总的前妻吗？前妻和未婚妻碰面，我给您带了一份6年前就准备好的礼物。什么礼物？你忘了你自己当年做的那些烂事了？ 别又像当年一样被丢出去，就不好看了。你怎么不死在国外，还回来干什么？恐怕这次不能如你所愿了。6年，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凭什么？就凭这个。
孙女。小溪。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啊？我是你妈妈呀，坤坤。坤坤，已经长那么高了啊？坤坤，她是妈妈，而且啊，你还有一对弟弟妹妹。小溪，你本就是集团董事，外公的股权将承继在你名下。属于你的一分也不会少。你是设计师，集团旗下的永恒设计公司就交给你了。我不需要，力士集团已经与我无关了，外公的制染技术把它给我。当然可以，但你忍心看着集团破产吗？况且你刚回国，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你得考虑下吧。我会为孩子们安排最好的学校，只要你愿意回来。行，但提前说好，我回来只是为了孩子。小姐，今天大门维修，请走后门。好。莫年熙，六年前我能将你逐出厉家。干妈，有个东西不知道该不该给你看。六年后，以为带回两个野种就可以把我集团了，我才是厉家的女主人。莫总好，莫总好，莫总好。她就是厉总的前妻呀。嘘，小声点。
先生，我已经回国了，并已经成功进入历史，您可以履行自己的承诺了。很好，恭喜你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发给你一份传真，你有必要好好看一下。果是银，难道当年外公死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想杀他？易先生，你是如何拿到这份报告的？你究竟想说什么？小溪，我陪你一起去接孩子。不用了，厉总，孩子和你也不熟。这份亲子鉴定书没有问题。哦，哎，人来了，快收起来。这房子给你的，你和孩子们住吧。从 T 先生的传真能看出，外公的体内确实存在重金属元素。想要核实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到外公当年的诊疗报告，而这些报告之前都被我存在了厉家的保险柜里。还好密码没变。这是什么？这是孩子们的照片。易喜城怎么会有这些照片？难道这六年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莫年熙回国了，没想到六年过去了，厉喜成还是对那个贱人念念不忘。放心，六年前能让他离开厉氏，这次也不是问题。干嘛？大师这次怎么说啊？大师说家里来了个煞星，命中带水，家里会有血光之灾。命中带水，不会是姐姐吧？对呀，西，命中带水，那就是她呀。干妈，那您可一定要小心莫宁熙啊。医生，我外公吃的药里有水银吗？这位病人的医疗记录里并没有这种元素。那中药制剂呢？中药也是没有的，因为您刚刚说的这种重金属元素，如果在体内积聚的话，会对人的肝脏、肾脏都有很大损害。知道了。厉总，莫小姐今日没来公司，不能参加下午的会了。她去哪儿了？好像是去医院了。你下去吧。下毒。
是吧？包没了。小心！啊！李世成。疼吗？今天的事谢谢你。以前的事情，对不起。都过去了。今天你救了我，就当我们扯平了。好了。谢谢。包里还有外公的报告，还没来得及复印，可惜被那帮人抢走了。哎呦，儿子，你这是怎么弄的？没事。你这个丧门星。这跟宁夕没关系，是我自己弄的。婆婆，我回房休息了。拿到了，东西拿到了。让你去抢个文件，你竟敢伤害西城！是他突然闯出来的。够了！别忘了你能有今天，是因为谁？知道了。以后你就帮我盯死莫宁夕，其他的不要插手。大家请看，这几件毛衫的款式是力士集团自创立以来最热销的款式，可以很好的展现织染的技术，而这批上衣的设计稿在市场毫无优势。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这件领口的设计要再修改一下。好的，莫总。莫总，这批服装是我设计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两件怎么还在这儿？撤了吧。你什么意思？这么糟糕的设计早在初稿的时候就应该被淘汰了。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不过是耍手段才有了今天的位置，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作品指手画脚？这一件前年韩国都塔亚当系列的仿版，这一件腰身设计你算什么呀？你的决定我不服，除非厉总让我撤，否则我就辞职。你用辞职威胁我？可不敢。您刚上任。厉总，莫总实在太过分了吧？这些年我在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是啊，喜成。莫总来了。厉总，你找我。姐姐，你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刚上任就要开除我们的设计总监，喜成，你快劝劝他吧。这
么深的资历还要打小报告？你打小报告也没用 ，Eternal 的法人是我，连厉总也无权插手我的事。启程，你看他，你说对吧，厉总？嗯，我才是 Eternal 的法人，我爱开谁开谁。怎么，厉总很生气吗？你做的对，你带他去财务部结算下工资，该赔偿的。一分也不会少。你们先出去吧。你做得很好。他本来就没有实力，这几年也没有设计出什么好作品，因为他是公司的老员工，碍于情面没有改动他的位置。正好你帮我开了他。接下来还有一个项目，正好我过几天有个活动，替我做一套西装。我梦见你的眼睛，其实厉总大可不必亲自做你的心。黑暗里前行，闪烁着靠近，毕竟历史却得不到回应。爱情又不是电影，结局早已经注定，最后终于清醒，所有梦境都化为泡影。在夜里醒来，一个人发着呆，思念变空白。是不是只有傻瓜可是我想第一个穿上你做的衣服说出来你是我并不沾淡人尽皆知此生偏爱可我不敢表白不敢触碰不敢离开多可怜先动情那个人痛得最厉害他是你手中玫瑰心上朱砂此生最爱怎会不问不问不痛不言不离不睬梦醒才量好了，衣服做好了，我再给你。外公，现在我对厉喜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感情了。小希一定会把我们墨家的制染技术发扬光大，找出害死你的凶手。夫人，这只鹦鹉你养了好多年了，也不知是怎么了，今天突然就暴毙了。一定是莫宁熙这个灾星把我的鸟给克死的，我一定要把他赶走。可是姐姐是新蕊他们的母亲，又有喜成哥护着。没事，干妈有办法。明天是喜成生日，你打扮得漂亮一点，找个机会把生米煮成熟饭。好。莫总，晚宴邀请函已经发送至您的手机，时间是晚上7点。今天的工作表没这个安排，推了吧。今晚会有几个重要的经销商在场，所以厉总特意提醒您需要赴宴。知道了，先出去吧。嗯，好。穆宁熙，你知。
这件不错。吓我一跳。这件衣服是不错，这可是我亲手设计的，当时是为了……为了什么？没什么。经理出去吧。宁夕。厉总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请你出去。启程。还有事吗？你回来了，坐。你的口味没变吧？快尝尝。是你生日，又不是我生日。哎，那我的生日愿望就是你能陪陪我。快坐，快坐。干杯。回来了，爸爸生日快乐，爸爸生日快乐。哎呀，谢谢宝贝儿。气球，莫宁夕，我想要这个气球，跟我出来一下。好吧，我想看看你那个，它不能再多了，我只有一个呀。支票你自己填，你们已经离婚了，赶快给我离开厉家。这么多年了，您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莫宁夕。不管你是不是，都得走。不走又如何？你是想把喜超也克死吗？行，如你所愿，我这就带着三个孩子走。孩子，你一个也别想带走，厉家也不会让你继续留下来。赶紧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妈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奶奶送给你们的礼物，拿去玩吧。明天是周六，妈妈带你们去露营，好不好？好。奶奶来吃饭。我们一起祝爸爸生日快乐，好不好？好。来。
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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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这莫宁熙脸皮也太厚了。是啊，我本来想用钱把他给打发了，没想到他竟然没要我的支票。干妈，他煞费苦心回来，肯定想要的是厉家的整个家业。您放心，我不仅会让他从厉家滚出去，还会让他从公司滚出去。家业到干妈这儿坐，来。你要是我儿媳多好啊。干妈，是不是您儿媳妇我都是您女儿。这里漂不漂亮呀宝贝们？漂亮。妈妈我饿了。妈妈我也饿了。妈妈没拿吃的吗？嗯，没事，妈妈现在叫外卖，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啊。孩子们，爸爸来了，是不是都饿了？是。谁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你。大声点。你。噔噔噔噔。哇！今天我和小蕊准备住这个，你们住那个大的吧。你们三个人住，住那个大的吧。行，走吧。妈妈，我们三个想一起住，走。走。我梦见你的眼睛，却看不清你的心。黑暗里前行，想试着靠近，却得不到回应。爱情又不是电影，结局早已经注定，最后终于清醒，所有梦境都化为泡影。在夜里醒来，一个人发着呆，思念变空白，是不是只有傻瓜才会把爱说出来。你是我并不简单人尽皆知此生偏爱，可我不敢表白，不敢触碰，不敢离开，多可怜，先动情那个人痛得最厉害。他是你手中玫瑰，心上朱砂，此生最爱，怎会不闻不问，不痛不痒，不理不睬，梦醒才明白，原来他是今天妈妈爸爸怎么睡啊？我可不知道，但我有个好主意。爸爸妈妈爸，我们一起放烟花吧。你怎么来了？你说呢？林远，你是不是疯了？是，我他妈就是疯了。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是怎么对我的？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我吗？别再给我扯什么爱不爱了，老子今天就要得到你。我来了，但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不来吗？佳音，是我刚刚太冲动了。你知道，我未来的丈夫会全心全意爱我、尊重我。我知道，于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对不起，佳音，是我辜负你的期盼。我改，我会改的，我一定会等到你心甘情愿爱上我的那一天。我知道了，雨哥哥。别忘了，我费尽心机进入历史会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幸福。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厉总。哦，莫宁熙，莫总在哪儿？莫总一早就去考察原料和布艺了，说是有些样品不对。好吧。许成，你是来找莫宁熙的吧？我看姐姐三天两头往外跑，心思根本就没在公司里。这公司是她的，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就算是玩完了，我还有别的给她。倒是你啊，宋佳音，这么多年了，工作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就准备这样在公司待下去？西城，你知道的，我这么多年一直尽心尽力，为公司拍了那么多的戏。以前的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现在也一样，明白吗？喜成，哦对了，这里是公司，请叫。早点休息。